昨昏早起，北港一间小食摊，予人开火来啊弄，造成五位民众受伤。其中一位住伫四湖县五四甲，今年才21岁，为着分担厝内经济，甲北港工作，煞发生意外。小朋友吼，都我那真勤啊，啊，逐工都拢咧通勤啊，到北港啊，伊厝下还佫一个阿妈，也需要照顾。爸爸算职业伤害哦，啊去开刀，所以长期拢穿这个铁衫。啊，所以无法度通工作，啊，拢即个查囡仔，伊高中毕业了后，啊，想讲厝下吼，转去困难，啊，所以讲，伊就出去食头路安尼，来咧维持即个家庭。一位街口有害查某囡仔，竟然发生这件代志，让人是非常的唔甘，也非常的生气。前半过头家娘，安怎？迄是照你讲是伊甲伊的关系，私人的关系，你连带边仔的，大家拢甲呼噜落安尼，那对，迄算足大唔对，较恶一个。这间厝是家人借的，死者也未赚到钱，帮爸母买一间厝，都发生意外。小代表会主席、代表甲村长也尽量关心，希望会当联合社会爱心。伊这厝是甲因小弟借的啦，伊拢无半项啦，财产拢无啦。啊，本身伊嘛是低收入户，今仔日哦，村长啊，交代表啊，嘛有去公所，啊咧帮伊申请即个急难救助，啊是咧讲希望啊，啊咱社会啊，善心人士啊，吼啊，看会当到募集即个红个丧葬费用袂？失去厝内的经济来源，五家唔知影未来日子是要安怎过。现在就靠代表会甲村长的帮忙，加上厝边头尾关心，来帮因暂时渡过难关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